欢迎收看网络大明星，我是网红恩，我是罗文玉。今天呢特别来宾，我们的大明星音乐潮人。我们今天车上多了几组的这个厨师机，因为他的音乐非常的新潮。欢迎小雨，小雨，哇，潮人，好久不见。哎，什么？我们起跳70了。哇塞！来来来。网络大明星的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好久不见的小雨宋念。耶、！我觉得这五年啊，其实我们真的对一个音乐人，你知道，网红们只要五天没有作品，他就受不了了。哦，是吗？我是五天没有看到妈妈，我就很难过了。因为我刚刚那时候当兵当到快退伍的时候，是，就突然接到一个天使打来电话，就是 Summer 姐。Summer 姐 ，OK，、那对了，你退伍后要干嘛？有什么打算？我就跟他说我想做幕后，他讲说你不用想那么多，你现在我不在乎你卖的好不好，我只在乎你对你的音乐有多大的热情。哇，我听了就起鸡皮疙瘩了。这是个重点。所以今天呢，暌违了五年之后，所有的网友，所有的乐迷真的等太久。对，我们走 acoustic 感觉吧。好啊，耶耶、这首歌叫所谓的爱，所谓的爱就是平凡的爱。在你的身边，我想换回那些时间，有我沉默你的手牵，让我平凡所谓的爱。我想等在你的身边，多远多远我未见，让我绝活每个明天，发现小雨唱歌有个特点，因为可能是你鼓手出身哦，你的 groove 真的，谢谢，对，我就觉得他的一些故意拖拍的那个情绪，有的人是不知道拍子是真的慢的。那其实我觉得从刚一上次访问到现在，虽然才聊短短几分钟，我觉得从他的高低起伏里面，我觉得人生不管是音乐创作、当制作，都会有一些过渡期，对不对？那其实我就很喜欢你这首歌曲。梦境可以，爱是痛的替代品，我是你的过渡期，爱简单的谜底，忽远忽近，只要你想你就随时逃避我寂寞里，只要你想你随时清醒。 I don't know why want to set me free、不想演戏，再花力气扮演完美情侣，不想继续再玩一段关系的游戏，不想再做梦去麻痹。我一直在想，刚才我们的车速会不会太慢？哎呀，哎呀，感觉车子都离我好近，说来就来耶！哇，哎，没有，不是哦，真的，先鼓励一下。谢谢。不过呢，其实我曾经误以为你在国外有念过音乐相关的东西，因为我听你唱过英文歌，那个咬字其实还以为是有一点味道哦。仔细听应该就是非常的不行了。哇，这个太经典了。对啊，太经典了。以前的歌真的很有时空的味道。哇，刚刚那个好好听。哎呦，他练这个很久了。Wherever you go, whatever you do, I will be right here waiting for you. Whatever it takes, or how my heart breaks, I will be right here waiting for you.重点来了、接下来每个来宾来都要有一个考验，我们待会有一个考验。然后听说刚刚已经在话题里面聊到，听说你以前有组一个乐团，你还是当鼓手。对，我们要去带你去玩一个游戏，打鼓的吗？太鼓达人。哇，太鼓，对，我有看过人家玩，我觉得那个很难耶。
真的打真的鼓跟玩具哦，真的不一样。不一样。你会玩具打得好，可是不见得会打真的鼓。在哪里啊？在铝梯在前面。在前面。对，我们拿一些水桶下来打一下，也、欸、不错哦。来来来。哇，我们这个来到这个熟悉的地方，好不好？会熟悉吗？有，上次跟 Lara 来这边吊娃娃，这个任务失败。嗯，对，先回到。今天要来挑战跳舞机。开玩笑的。好，这个不是我爱讲。小时候我就买一组回家这边放，练习这么久就等这一天了。来，好。哇，看来罗伟。哎，我是上面还是下面？是不是在起跑点上？我是下面，对不对？对。来，就这种。好，目前成绩，小雨4000多分哦，啊，40000多分。哎，文玉你还差10000多啊，加油啊！哇，那蛮难的。那刚刚那个选最难要怎么办呢、啊？哇，现在差距已经到20000分了，罗文玉加油！我赢吗？对。耶、yeah! ！公布成绩，下方的不知道是谁，得到是178800。小雨赢了，小雨。获胜！哇，很好玩。今天的运动量够了，非常好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自己准备了三张专辑，《红战》。请小雨出一个题目好了。我今天有在节目上面唱了3首歌，是哪三首？哦，各位网友，你只要能够回答这个题目有三首歌，在我们影片下方留言、按赞、分享，那我们会从这里面抽出3位朋友，把这专辑送给大家。恭喜小雨，武林再出发，绝对成功的。谢谢。他的音乐与他的同在，网络大明星成功。